对方在这个攻击我上腹的时候哈、啊，啊，脚弓堵，而且都是脚腕圆堵。那么在练的时候呢，他一般啊两种功法，你哎，你看，顶住，注意这个。我可以反身啊，回去，来顶住，来，哎，这个位置，背在二寸。我们现在斜走，做斜走，哼，斜走，回吹，来一推啊，这别走，别走，嗯，再看，啊，这儿推，别走，这是背吹，看懂啊？别走背吹了，就这样，胯打是吧？胯，嗯。这里，这个位置，看，还有胯法，还有膝法，膝法啊，膝法呢，正龙、倒龙、偏龙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偏龙啊，偏龙一些，全，这是偏龙，这是偏龙，我看，看这个，再看好。高速往前后手，往前，嗯，看好，走，这，这是一个百合亮式旋转的，来，走，右腿，后腿，啊，你看什么腿？正当腿，对，正当腿，来，啊，看好啊，你还什么腿？这是破中腿，再看，中腿，走，我往腿上，现在呢，我直接用这个腿来抓，还可以，来，啊，啊，也可以这样，那脚啊，你看，在这样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可以，啊，哇，走，哇，就可以，这，还，接一个旋风腿，嗯，再来一个旋蹄，来走，进，来，好，这第一组，来，这边坐下。好看，高度不够，到这个位置，这里还是走关键的两下。哎，飞一个起，啊，来看好，来，来。